你吃过青木瓜吗？假日我们又去大舅的菜园采水果。青木瓜有丰富的酵素、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，来做一道凉拌百香果青木瓜。戴手套再削皮哦。白色汁液有大量植物碱酵素，可能会让你手发痒。削皮去籽后，切薄片，抓一点盐，静置30分钟至1小时，趁这个时间来处理百香果。时间到，沥掉水分。对了，青木瓜你想切成丝也可以，用清水冲洗两遍。把百香果加进来，我用了8颗的量，加一点白醋，一点糖，这个没有一定的比例，以你喜欢的口感去调配就可以了。拌匀，放冰箱冷藏一晚，3天内吃完。对了，有话梅的话，可以加一点进去，吃起来脆脆的，很爽脆，酸甜清爽。学会了，帮我点个赞，艾玛小厨房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